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啊。好，这场的游戏呢是这个 Solar Smash， 就是中文叫什么、啊？地球破坏模拟器吗？还是反正就是毁灭者，星球毁灭者吧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反正就是一个模拟器，是可以摧毁地球的。然后那边呢是非常多的这个摧毁的这个手段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来试一下了。先试第一个，哇，这个是人口吗？七七八八，好，按一下。哦，威力很强欸，一次死了 862M 的人口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，这个 M 是 million 吗？应该是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，每摧毁一次呢，就会有一个小小的、浅浅的坑洞的感觉，感觉还蛮 OK 的。然后这一区就似乎这种破坏都不会有人死了，因为都是在这一区住嘛。那大海呢？最好是海里没有住人啊。也许在潜水的人，是不是？那这个范围蛮大的。好，我们这个应该试的差不多。这个好像回到最后变怎么样？好，似乎人口全部灭绝了。然后这个地球呢，整个变红色的。已经被毁的差不多了。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武器呢，这是算陨石还是激光？反正就是有一个极限在吧，就是毁到最后应该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第二个要试一下，第二个重新开始好了。哇，好多星球，八个星球一个是地球，好，我来试，一样是试地球啦。第二个是黑洞是吗？很明显就是黑洞啊，看一下。哦。超强啊！这个黑洞一次该不会就全灭了吧？近乎全灭。好啦，灭了差不多五分之一的面积吧。但是一次死超多人的、欸。哇，好，接下来是多用几个，六个，会不会卡、啊？可以全部把地球吃掉吗？应该是可以，对不对？感觉没有很难。超多黑洞的，其实黑洞之间不会互相吸引、互相干扰吗？对不对？如果是以物理学来讲的话，应该是会互相干扰吧。好，似乎没什么效率，我觉得效率还好，没有到很高，应该说比我想象中还要低一点呢。好，一直在吸吸吸吸吸，继续吸，吸吸，拼命吸，努力吸。哦，快吸完了！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，总算是吸到差不多了，可以了吧？全部吸光了吧？好，等这三个消失，看有没有吸光。耶、yeah! ，空无一物。好，再创一个地球。这是用第二个好了。好，第二个看起来好像不叫，这是什么？火星吗？是吧？我们来试这个第三个。打下去之后，然后这一颗是什么东西？还是继续存在着？你看，一直存在着然后这颗星球比较有趣的是都没有人口，所以怎么回都无所谓。这么多颗聚在一起，然后呢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糟糕，超过了。反正说七颗可以召唤神龙之类的，没有办法。好，然后毁不掉吗？等一下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要其他去催化，是不是？其他的攻击去催化他才有办法。哦，还不错。好，然后大概就这样子了吧。那等一下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第四个试一下，是干净一点的地方，这里。哦，蓄力，感觉像是激光类的武器，是不是？蛮强的哦，超强，不是还蛮强，整个变成哇，这是太阳吗？会不会爆炸？哇，这个武器哦，爆炸了！这应该是目前
试过最强的武器吧，居然比黑洞还要强欸，你敢相信吗？天哪，比黑洞还要强，整个没有了欸。好，下一颗，还是下一颗，下一颗要什么？这个紫色的是什么？哇，紫色人口很多欸。好，看一下这个是虫吗？太空虫，我点了，然后嘞，哦，来了，好大只，比箱中还要大只啦。那他要干嘛？他到底想干嘛？哦，整个钻进去，超恶，一直钻，一直钻，一直钻。我的虫好强哦，太空巨虫欸，多几只来钻好了，七只吧，我刚点了七下，会来七只吗？欸，似乎不会，就一只而已，所以它应该是有极限的，因为它好像因为是手机游戏，所以它很烦，所以它应该是有一个数量的限制，就是一只。对，那吃到什么时候它才要走啊？哦，现在吗？打算走了，吃饱了。哦，超壮观，超大只，超恶心。他真的要走了，他吃完了，就这样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是另外一个，这个章鱼吗？看一下。哦，章鱼可以两个。巨大章鱼能干嘛？我直接吃掉一颗，吃那个区域，然后拔出来的感觉，不是拔出来，是拔出来，对啊，拔出来然后吃进去耶！天哪，这个星球这么好吃吗？我都想尝尝了。好，那还有什么？看一下，这是陨石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好哦，就是一般的陨石，连环状陨石群，流星鱼。好，目前都没有比刚刚那个这个雷射还要强，这是蓄力的光束星际武器吧。好，接着这是导弹吗？哦，导弹可以射数量欸，最多可以几个？最多可以100个欸，那就100个给他万箭齐发咯。来，超壮观， hold 得住吗？电脑可以 hold 得住。好， OK， 哇，整个变废墟了啦，整个是人口都没了，都被灭绝了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个导弹呢，在表面上好像似乎比较没有那么厉害，就是只炸表面了，因为毕竟是导弹嘛，对，不要抢救。好，换一颗星球好了，再换一颗，换这一颗。好，一样是没有住人的，欸，是月球吧？对，很明显就是个月球。好，月球来个。月球不是常看到 UFO 吗？来看一下 UFO， 他想干嘛？哦，非常典型的雷射光束，然后自己就不见了。哦，那这个原来月球刚是从这里来的，啊，UFO 自己炸了是不是？多来几只。如果是以现实考量来讲的话。这样子炸的话，基本上地球也很不妙，是不是？好，就这样炸完就没了。哇，整个变暗欸。好，我们来试一下其他的武器。这个，嗯，嗯，就这样。九点嘞。这个似乎只是在表面受伤而已耶，没有很深的那种攻击力。好，下一个。哦，这个很明显就是攻击力变得很强。哇，整个是射出一个洞，是不是？哦，越来越深的感觉。是耶，可以射穿吗？射久一点，停了，他自己停的，所以可以射穿。看一下，
可以射穿呢、欸。哦，这个还蛮强的，这个应该是破坏的这个能力呢。整个穿越这个星球，不是穿过这个月球能力，也不是月球啊，就是很多星球应该都一样吧，效果都一样。好，这个非常强哎、欸。那这个最后这个，好像感觉是月球哎、欸，月球撞月球是不是？撞下去之后呢，很明显就是一个蛮大的坑洞。对，差不多是比黑洞还要，应该是跟黑洞差不多吧，多砸几个，五颗。好吧，它比黑洞还要强一点，因为它效率很高，黑洞还要一直吸，才吸掉这样子。但是这个月球呢，小月球呢，因为这是大月球嘛，小月球撞的能力呢明显比较强一点。诶，我有一个 idea， 我有一个点子，先换一颗星球，快取记忆体不够用了。好，这个是可能像机械星球欸，好像很硬是不是？它这个硬度会调整吗？看一下就知道了。没有，没有调整，但似乎这颗球是空心的欸。那空心的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了，空心的话就丢这个进去了欸。整个球因为引力关系在中心点吗？为什么不看到？如果我多丢几颗的话咧，好，应该是击穿了吧？对，击穿了。但是你看，很多颗球在中心这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直绕。哦，然后呢，再用我们的引爆的东西把它引爆掉，然后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试试看，引爆用这个好了。是不是爆了？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空心的，所以这引爆的范围没有超过这空心的范围，所以就这样子了。对，好，我没办法了。那来试另一颗星球好了，试另一个。欸，还有剩两颗星球没有试，一个可以自定义的感觉，是不是？我们先把这玩完就好了。自定义看一下是什么？自定义可以设定，哦，可以自己设定水分。水多一点，欸，我按到了，糟糕。然后再按这个是大气层还是阳光吗？哦，我按到了，糟糕。然后颜色可以自己改。好，算了，我先把这个之前的星球忘了好了。这个，好，这个感觉好像是金星吗？先用这个。那如果是用叠加伤害呢？就是啊，这个。超强破坏力这个，然后一次有好几个咧，八个，十六个，他完蛋了，一定超壮观。好，我造出一颗太阳了，就这样。欸，其实结果差不多啦，就是你用再多个，它到最后终局就是也就是爆炸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我们最后一颗星球。欸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了，换一个星球好了。好，这颗地球怎么看起来比较亮一点呢？好，我刚刚讲大胆想法就是，是可以雕刻啊。雕刻形状啊，是不是？因为刚刚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可以穿透嘛，先把它穿一个洞。好，穿了，完全没有移动到任何位置，就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洞，对不对？你看对面一个洞，非常精准吧？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洞稍微扩大一点，这就是雕刻，是不是？可以雕刻你想要的形状欸，所以到最后是，这都变成是一个艺术的游戏了，是不是？应该是哦。好，那我看边有没有这洞，感觉更漂亮一点了，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洞。只有我认为它很好看吗？好，雕刻完之后，然后在对角这里要非常精准的，这里吧，上面这边
在雕刻这边，再把它穿过去，中心点应该在这个位置，要算得非常精准。好，看一下有没有到斜对角，有，互通有无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整个就是超漂亮、超完美的啦！自己讲是不是？对，要自己讲。好，继续把这洞稍微挖大一点，专注于创作。好，现在多少了？好，现在已经互相都贯穿了嘛，应该是贯穿了。好，接下来这边也算得非常精准，不能有丝毫的偏差。这里吧，好，整颗星球呢都变成红色的，然后都贯穿了。好，这边再把它稍微磕大一点。哦，我喜欢这种创作的感觉啊！糟糕，按到。不完美了，不完美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应该还是可以补救的。好，现在洞已经变成这样子了，是不是？你到时候更应该可以让它到最后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艺术品。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呢，慢慢给它钻洞。我们先快转好了，因为我觉得各位应该没耐心看我慢慢这样钻。好了，各位看到吗？就这种感觉，没有很多颗球，然后中间是空心的感觉。然后呢，再用刚刚的模式丢进去这里，然后它应该会在中心点这里，是吧？多丢几颗，哎呦，不知道会不会炸出一个坑啊！这要小心一点。好。然后再用激光那个大引爆，然后呢，它这个壁呢，里面内核壁就变比较薄一点了。对，哇，竟然玩到那么精细耶 ！Hello， 嗯，怎么样引爆？好了，用这个引爆好了，比较安全一点，因为这贯穿力太强了，我怕我把我作品给搞坏。哎、欸，按到，还好这是。无伤大雅的攻击，有没有？各位看到，怎么就是变得更圆融一点的吧？有吧？哦，就是一个艺术品啊，各位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应该玩到这里就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可以结束了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片段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出点频道呢，别忘了订阅一下《片段小叮当》的 IG， 也别忘了追踪我。我是阿泰，再见，拜。